由魏曼跟林佑威主演的偶像剧《再说一次我愿意》随着剧情进入了高潮，在戏中呢出现的三本艺术书也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在这场火灾戏中呢，众人极力抢救，把理想跟梦想都完成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喽。我希望你们把这三本书啊介绍给所有来这里的客人。在这场火灾戏中，众人极力抢救出的这三本艺术书，随着戏剧的播出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其实这三本书大有来头，由英德两国的出版社与世界二十大美术馆进行跨国合作所推出的艺文盛典，内容几乎囊括了所有世界知名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是相当珍贵。